成家冷笑话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在2024年的1月20、21日，为什么全部都不见了的？因为他们去了培灵啊。那培灵会的讲员又是谁啊？是朱光华牧师，一起听下他怎么说啊。风雨飘摇，灰暗沉郁，有人用这八个大字来形容我现今的处境，潜台词就是说没什么好做了，不如及早收山退隐江湖了。圣经不是这样说，圣经说这个是天父的世界，天父掌权的世界，我们大有可为，我们在这地方实践使命。今次城镇85周年培灵会，我存着很兴奋、很期待的心情跟大家讲这两个题目：福音的成全，小民的服侍；福音的成全，灰暗中发光。我鼓励大家来到参加今年的培灵会，来领受上主的说话，来到领受上主给我们的新展望、新想象。120121，记得预留时间一起参加85周年培灵会和崇拜这个1+1的属灵筵席，复兴灵命，复兴城镇家。聚会同步设有亲子区、手语和即时传译，详情请参阅海报。